好，我就是你们这么的想我来了。这是我昨天买的栗子，今天我和妈妈决定给它做成糖炒栗子，看看我们能不能成功哦。现在我们要清洗一下。喝水清洗。哦，这个怎么是圆的呀？哇塞，这不是你挑的吗？大宝栗。开拿喽。通通，现在还要给这个板栗擦干点，如果淋水的话得稍等一会儿，太慢了，一定等不及了，是不是小涵涵？现在我们要把上面开一个小口，这样煮的时候就入味了，甜甜的哦。你们可不要模仿哦，可危险了，所以你们也要用的时候要在大人的陪伴下使用剪刀。涵涵搁牙咬的，咬开了，不用给它扒皮，直接吃了呗，还没等煮呢。好嘞，好了，哎呀妈，弄地吧。可有点不好整啊，还是让妈妈整吧。里边还有一层厚厚的皮，这样还可以了。涵涵找到一个小窍门，先给它扎一下。扎一下，然后再给它竖一下。这样就开口了，是吧？像我这么剪的话，都剪开了。剪两半了，妈妈的。现在板栗我们已经剪好了，咱们现在用清水给它煮一下，倒水。那十点就到国外去了。已经到了。啊，哎呀妈呀，到国外去了，你这小孩。哦，板栗。加入冰糖，喝个冰糖吃啊。你就愿吃你。现在这个板栗给它大火烧开了。然后转中小火煮30分钟。2000 years。现在已经过了30分钟了，咱们赶紧看看板栗怎么样了。我的馋了，啊，水都泡干了。现在我们对糖炒栗子的汁，水，10克的糖，放入适量食用油，差不多一勺，把糖汁倒里头。倒板栗，把它炒到没有汁之后就好了哦。我都气泡了。涵涵，你觉得咱俩能成功啊？能成功啊？现在没有汁了。好了，关火。现在板栗差不多凉了，咱们现在赶紧吃吧。我都。好馋哦，太滑了，抓都抓不起来。你还拿不起来了呢？嘿，终于整了。这是我直接给切开的那个，你倒是扒一下啊。嗯，好面的，好好吃。跟妹妹吃那些一模一样。是吗？哎呀，第一次做咋的？好吃啊？成功了，咱俩难道？那没吃啊。我看看你咬那小槽子。我给他大门牙，甜咪咪，甜咪咪，让我们一起甜咪咪。看，都吃脑瓜去了，小涵。你们也可以在家试一下哦，真的好好吃的呀。Goodbye， 爱你哦。